我跟他是在工体一家酒吧认识的，他会经常约我出来玩，而消费的费用基本上都是我来出。有一天他的朋友告诉我，其实他是有女朋友的。我在宿舍经常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，一整晚一整晚的听歌，一边听一边哭，室友看不下去，他们都劝我要不就放弃吧，但是我觉得人海茫茫，我能遇到他真的是缘分，我想好好珍惜。我第一次有被人捧在手心的感觉，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吧。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段影片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感受。在这个节目录制之前，我在跟编导详细了解这个题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编导的气色非常不好。我说你们怎么了？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题弄得他们心里非常难受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姑娘请上来，看看大家怎么去看。来，掌声有请这对恋人。来，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涛，27岁，来自安徽，学的是传媒，学历是大专。女嘉宾佳佳，24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位钢琴老师，学历本科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。姑娘，怎么了？他在跟我交往的过程中，我知道他有一个同居2年的女朋友。嗯，他一直说他们快要分手，快要分手，但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。我希望他今天在这儿能够有一个准确的答复，不要再一直逃避我的问题。你要跟小红在一起，我们以后不联系，还是你选择跟我一起走下去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分手两个字。但是我们已经那么久没联系了，事实上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只是你单方面不跟我联系，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发信息，你接了吗？你回了吗？但是你每天十几个电话，几十条短信，对我只是抱怨跟猜疑。好吧，小涛，你们俩现在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请明确的告诉我。好朋友。曾经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俩曾经是有一段时间是交往过。刚才姑娘说你在跟她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女朋友，是真是假？嗯，是真的。那就说你跟她谈恋爱期间一直脚踩两只船喽？没有，我认识他那个时候已经跟前面一个女朋友有一段短暂的分手，然后中间认识了他。啊，他是填空的是吗？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，他是说他有过女朋友，但是已经分手了。他说那个女人年纪比较大，快40岁了，他不喜欢那个女人。他说他们之间只是各取所需，相互利用，利益的关系。什么叫利益的关系？不是刚开始我是房子到期了嘛，然后没有找到房子，就住在小红家里面嘛。小红是谁？就是我的另一个女朋友。现在她跟你的关系是？现在她跟我是男女朋友。刚才她说比你年龄大是吗？对。大多少啊？10岁。但是他说你们互相之间是利益关系，我怎么理解？没有啊，就是我住在小红家里面吗？你去过那儿吗？嗯，去过，但是他没有说过那是小红家。第一次跟他去的时候，是他说他晚上看恐怖片害怕睡不着觉，让我去陪他。去了之后，我看到他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画，是一个女人穿着比基尼，只露着后背，脸是侧脸的1/2，就是怎么看都看不清长什么样。我说那你知道画上这个女的是谁吗？是明星吗？她说不知道啊，不认识。但是后来有一次跟她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从她朋友口中得知她现在是有女朋友的。我听了之后很生气，我背包就走，她就出来追我说你听我解释，我们两个不可能，我们不会有结果的，我们只是各取所需，迟早会搬出来。他说跟谁各取所需？他说跟小红。那他需要的别人是什么呢？住小红的房子，有的时候也开小红的车，每个月小红都会给他生活费。那个大姐给他钱是吧？对。是吗，兄弟？我经济紧张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些钱。他说的是每个月都给。那个没有。你的那位现女友知道有这么一个姑娘的存在吗？嗯，知道。他也跟我闹过，也跟我吵过，但是他呢还是比较大度的，因为我外面朋友很多嘛，肯定都是男女都有，在一起吃饭啊，去酒吧玩啊，这些肯定是很正常的。不管是我还是他，
我们只要不做出很太出格的事儿，他也不会去管我。那你跟他出格了吗？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小红分手了吗？你说的是实话。是啊。你知道啊，这个人做事儿做得太过分之后，老天爷都看不顺眼。编导跟我介绍说，佳佳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我来简短的介绍一下她的背景：从山东到北京，本来就是学钢琴的，在音乐学院进修，结果没想到酒吧偶遇这么一个小涛哈，琴也没学成，陷入在情感里不能自拔。编导说她的这个事情的过往，她有时候可能都讲不清楚，因为太痛苦了。我说那谁来讲呢？他们推荐了一位，据说是你的好朋友，人家都见证了。来，有请小涛的好朋友，来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好，听编导介绍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感道路你一路见证是吗？是的。那你形容一下这个姑娘在这段情感当中她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？他们两个认识的时候，他确实是跟红姐那段时间是分手了，然后红姐去外地了。那什么时候小涛的红姐又回来了呢？差不多半个多月以后吧。什么时候跟那位红姐和好呢？小涛你自己说。就是他出差回来以后嘛，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说，他如果说发觉自己错了的情况下，他会给你道歉，他会给你认错，然后就是哭着求我，我比较心软，然后就是没分成就。好，那我这么说行不行啊？当这位红姐又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，进入到了一个脚踩两只船的状态，是吗？是。啊，你们朋友都知道啊。他跟佳佳的那段感情，就是说他们开始差不多在一个多月以后嘛，就佳佳基本上每天都会给我打一通电话。他们俩谈恋爱，他为什么每天给你打电话呀？因为我们俩特别好的朋友。从刚开始我们非常感情非常非常好，到慢慢不知道为什么他变得对我越来越冷淡，他不接我电话，不回我信息，我没办法，只能给他的朋友打电话。你们俩正经谈恋爱谈了多久啊？我们是四月在北京工体的拿铁认识的，六月初的时候算是正式在一起，然后到九月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淡。那就分手呗，那你在那儿纠结什么呢？没有，我第一次见他，我觉得他像一道光，很耀眼，然后对他印象很好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联系，经常约出来去酒吧，或者去唱歌，或者去宵夜。他那时候真的很好，他会把胳膊架在我身后，不愿意让任何人碰到我，撞我一下。他会一直一直牵着我的手，他巴不得让全世界都觉得我们是一对儿。他会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喜欢吃什么他就点什么。妈妈在会在快买单的时候问宝贝儿：“你吃饱了吗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再给你点点吧。”嗯。他说到这儿，我想问那个时候。第一，他跟红姐分手之后还住在红姐家是吗？是。第二，红姐一直稳定的给他每个月生活费是吗？这个不一定。好，第三，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这个女孩买单是吗？包括你们跟她一起吃饭。也有时候是其余的哥们一块买。谁多谁少？女孩掏的包，掏腰包的次数多，还是她掏自己的腰包次数多？说老实话。他们俩互掏腰包的机会比较多。你这么问他能说实话吗？那这个问题就抛给他，问他自己吗？每次出去吃饭谁买单？有时候我买，有时候他买。谁买的多？相对来说佳佳会多一点。你跟他谈恋爱谈了这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对吧？对。花了多少钱？我没算过，但是我只记得当时来北京是带了3万多块钱。嗯。然后跟他认识之后我会经常跟家里要钱。嗯。比如说今天打了3000，过2天我又要，然后家里人。你这前前后后问家里人要了多少钱吧？10万块钱。哦，就一个月小2万块钱的开销对吧？对，每个月1万多。明白了。而且是除了生活费之外，但是我在学校是很省啊，就是说能吃饭不会是很丰盛，是什么最便宜我就吃什么。哎，接着问啊，他跟红姐谈了多久了？差不多2年吧。红姐特别喜欢他吗？
是的。他刚才自述说他跟红姐吵架的时候这个次数比较多。对，他跟红姐基本上就是三天一吵，五天一架。最后一般都是谁投降呢？据我所知一般都是红姐，因为她年龄比涛哥大嘛，她比较珍惜。我见过一次红姐在她面前抱着她跪在地上认错。抱着她跪在地上，跪在地上认错。对。那这红姐犯了什么错要这么给你认呢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反正就是一些琐事。涛哥，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尊重你，也很佩服你，就在职业上或者是做人方面。但是在就你这段感情里面处理的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合适。佳佳真的很爱你，所以我觉得你挺自私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经常就是整宿整宿的失眠，然后半夜哭着给我打电话，就是想通过我了解一下你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呀，为什么不联系他，你知道吗？他一个人来北京学习挺不容易的，挺难的，有时候要因为要去跟你一块去酒吧或者是陪陪你啊，白天又没有精神上课，还得骗着他的家里人要生活费，其实他真的挺难的。所以我觉得你挺自私的，什么都是为了你自己。然后佳佳，我也有一些话跟你说，你继续这样坚持根本就不值得。涛哥他对他自己的感情你不信哦，你们这些朋友都看到了哈。对，佳佳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放弃了，放手吧。你现在最主要的是完成你自己的学业，我相信没有他你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，至少还有我们这些朋友。有你们呀更麻烦，你们一起出去吃饭怎么好意思让您姑娘买单，还是外地的，你们都有工作，人家还没工作，你们怎么好意思下得了这手的呢？因为我们不知道嘛，我们去吃饭都是他们私下买。其实并不是我真的是很爱花钱，只是我希望在他面前表现得大方一点，我希望他觉得我能高其他女孩一等，因为他人缘很好，也有很多女孩都喜欢他。有很多女孩喜欢他。确实我看过他短信还有微信，然后像我对他这种死心塌地的女孩不止一两个。有几个呀？至少有，来哥们儿说吧，有几个？起码也有还有三四个吧。小涛，但是他们不是那种，就是他不跟他们不是那种情侣关系、啊、只是那些女孩很喜欢他。谢谢啊，来请回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，你是想要和我继续走下去，还是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？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挺对不起佳佳的，我也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就是我今天之所以过来，就是我想给你一个交代。既然我们已经分手了，然后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做好朋友，你永远都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朋友。你真混的，人家让你说清楚你就不说清楚。姑娘，我理解这说清楚是不是分就分干净？是，我没办法跟你做普通朋友，你要么以后我们不要联系了，要么你就跟我在一起，也不要太花心。他可能不知道我在宿舍的状态，我晚上会特别特别想他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哭，我就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捂着嘴哭，我也怕室友听见。每天早上醒过来，我枕边都是一摞一摞的卫生纸，我因为想着我吃不下饭。最瘦的时候我室友说你怎么了，你那脖子是不是拧一下就要断了。我因为他我撒了好多谎，我不是一个喜欢撒谎的人，我要骗家里人，我说我在北京课多所以消费多，所以就跟他们要生活费，又骗我教授，我现在都不敢去见我教授，我跟他说我生病了我不能上课。我觉得我对不起好多人，我不知道明天的路该怎么走，我真的看不见，我看不见希望了。我现在这样我没有动力，我不求他任何，只要他能跟我在一块儿。你给这姑娘下了什么药了？其实我觉得
咱们俩做朋友还是挺好的，但是做男女朋友真的不合适。你有多少个这样的女性朋友呢？一个，只有她一个。啊？只有她一个。刚才你哥们不是说还有三五个的吗？像那种只是他们对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我话费，你就一做小白脸的，直说不就完了吗？既然陆老师把这话点破了，我就接着问姑娘，是不是即使陆老师把这话点破了，你也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？是的。那就没办法。我知道这个大家会这样，这是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过，我们的编导气得都不行了，又替他气又替他难受，怎么办呢？他是什么人大家已经听得很清楚了，说不说我觉得都没必要了，但是我们如何来帮这个姑娘呢？听听我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先跟这道光说两句啊，人有很多种生存方式，所以兄弟你真的我们拿你没辙，你没干违法的事儿，你愿意出卖自己的精力体力换取金钱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。但是呢，除了法律那个底线之外，还有一种东西叫道德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应该有一些做人的道德的话，就别在这儿再说便宜话，什么做好朋友，你多轻松，当初你骗人的时候你干嘛去了呀？人不能无耻到这种程度，就俩字儿，消失，不要再出现在这样的女孩生活里，出现在佳佳生活里，也不要出现在这样的女孩的生活里，彻底消失。跟这女孩说两句，觉得过不去的坎儿，其实到最后都能过得去。人这一辈子难免碰到几个人渣，谁都无法避免，最关键你别把人渣当宝。也许上天注定了你在这个年龄遭遇了自己第一场恋爱，付出了自己所有的感情，你要想救自己的话，就让自己彻底戒了这个男人，就像戒毒一样，他给了你无限的欢乐，但是他是毒品，他会害你一辈子，你必须戒掉他，要不然这辈子就完了。你不光为了自己要戒掉他，也要为了自己的父母，为了所有爱你的人，只有你自己能戒掉他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借助心理医生的办法，你能走出来。我们都碰到过人渣，我自己也曾经碰到这种情况，不能自拔，我活过来了，活得还挺好，你也能活得很好，前提是你要自救。中国有句老话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开始我挺同情这孩子的，后来我这个说了这么半天他还是这种状态，这是我感觉到挺气愤的。我说我有这么个女儿，我真得打她一顿。你说谁有这么个女儿，你说家里省吃俭用的供你在北京学钢琴，你这甭说你学业有成了，根本谈不到，还泡酒吧去，那种地方不是你学生经常出没的地方，你在那种环境生存肯定会出问题的。小涛他那个眼神我就感觉到，他到现在没感觉到我的行为哪块做的不对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哎呀，我在想我有你这么个儿子我该怎么办。小涛，今天你能参加这个节目，我感觉对你人生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你如果按你的理念再这么生存下去生活下去，我把话放这儿，你还会出事儿，出大事儿。他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完全没有感觉到我很卑劣或者我很龌龊，他完全没有这感觉，所以他站在那边的时候季宇轩啊油头粉面，骗财骗色，连学生的钱都骗，恶劣到极点。像这么单纯的姑娘好好的跑到北京来学钢琴，几个月骗走十多万，还不算正儿八经的要从她身上骗钱。
过吗？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，对于伤害自己的人的原谅，一次是善良，两次是包容，第三次就是犯贱。这就是柏林老师所说的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一直尝试在想象，他为什么会是一道光呢？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人喜欢呢？后来我想明白，还是那句话，没有独立的财政就没有独立的人格，没有独立的人格就不会有完善的审美。你们的审美是扭曲的，你不过是看到了他的外表和他对你的甜言蜜语，却永远看不到他对你的忠诚。接着我又在想象，我应该如何来说服你。我跟你讲个故事吧。有一对夫妻，彼此之间非常的恩爱，生活上也非常的富足。有一天，这个男人的公司破产了，两个人回归了贫困，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。但是这个男人依然对他的妻子说，你放心，我依然能够东山再起。这个女孩相信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她发现这个男人有点不正常，他每天很晚回家，回来之后就一直往这个浴室里面冲去洗澡，洗了澡就睡觉。他在想，这个男人是不是出轨了，有问题啊？他质问他，你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一回来就冲往浴室呢？以前你都是让我先洗。这男人对这个女人说，老婆，我现在很穷，我一无所有，我们从大房子搬到了小房子，就是我们的浴室设备都这么简陋，寒冷的冬天，我觉得如果我先洗的话，可能你后进来洗会更温暖一点。我虽然一无所有，但是我想在我尽可能的情况下，我给你一摄氏度的温暖。这才叫真正的疼女人。像你这样百般的去倒贴，回来落得个这么样的一个下场，除了家人把你当宝，别人都把你当抹布，就包括他今天始终不肯说我们老死不相往来，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他就是希望偶尔他没钱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当抹布过来抹一抹。你已经沦落到了这样的境地了，你还在这儿写你所谓的爱情，还在说他是一道光，还在说他即使是小白领我也誓死相随，你觉得你还有脸吗？不自爱的人，我相信他永远都不懂得爱情。你自爱吗？将来要自爱吗？回答我。你要。你愿意掉头离开吗？你回答我，你愿意吗？这个男人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？你说啊。算了吧，总有一天你跟红姐一样，抱着他跪在他面前，向他哭泣的时候，他再问你一句，你还有钱吗？那个时候你才想掉头离开。就这样。所有的话你真的听进去，像佳佳这样的姑娘不是一个两个，所有看我们节目的父母，别把自己的女儿，我也有女儿了，保护的像一个温室的花朵一样。你以为他保护了她，他被狼叼走的那一刻你无力保护，在他们成长的时候告诉他们该懂的事情，别让佳佳这样的悲剧一再的上演。这是我想对那些父母说的话。嗯。换一个场景，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男人就好比他在抽你父母的耳光，你看你生了这么蠢的女儿，养了这么蠢的女儿，我想骗他我就骗他，你拿我怎样？抽他父母的血。是啊，吸那骨髓。所以我搞不懂你为什么到现在态度还不能决断。佳佳，如果我告诉你你现在就给他跪下，他一定不走，你跪吗？不会。为什么不跪啊？愿意跪吗？愿意。你现在不就跪着呢吗？所有老师只是想帮你站起来，我如果是你，对着镜头前，我要相信马丁老师说那句话，也许你的父母或者你父母的朋友正在收看这期节目，跟他们说，说完以后怎么处理你们的事儿，你自己来处理，来吧。对不起，我曾经非常要好的室友，
我没有听你们的话，我现在还放不下他。对不起，我的老师，王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一直骗了你，我内心也非常的内疚。我回去以后，我会抓紧一些时间。可以一切都好吧。今天既然来到这里，现场的专家老师也跟你说了这么多，放手吧。我也希望你尽快走出来，重新开始你自己的生活。佳佳，看清楚是个什么人了吗？还为他哭呢。我承认我现在还是有点舍不得，但是我相信时间可以平息这一切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往那边走是离开这个现场，是一条生活的大道；往那边走是继续等待，准备被他欺骗大道；往那边走是继续等待，准备被他欺骗。你自己选择一条。假我们之手把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给甩了，涛哥特高兴。回吧。气死了！怎么会有这么？这个问题，陆琪老师你必须回答一下。我特别想弄清楚，是实际上面是给电视机前很多的女性朋友问的，为什么在我们看一些很普通的男生？往往能够拿很多的女生是拿在手里。这个事情我也要跟很多姑娘说。你把这个陷阱赶紧跟大家这个揭开。对，也要跟很多姑娘说，像这种男生哦，他所用的手段是一个什么样？造梦的手段。他用各种的方式，比如说关心你的方式，英雄主义的方式，来给姑娘造一个梦。好像你看到他是一道光，他把自己营造成一道光。这种姑娘一般都是什么？都是或者是受过严重创伤的，或者是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。她就给你造这么一个梦，然后就牢牢地控制住，是一种思想跟精神的一种控制术。我相信当她今天离开这个现场之后，再想起这个臭小子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我们今天几位老师的话，她会度过这段最黑暗的日子。接下来咱们